如风说梦话，八卦天天看。一，冥想花千万买福站号。冥想到底买了紫禁城的哪个福站号？吃瓜群众们一直都在不断猜测。根据经典透露的消息，冥想花了1000多万买了这个福站号。这个福站号非常有威力，冥想将会在6月份开播，到时候就会曝光自己1000多万买的福站号。兄弟们，你们觉得会是 F 哥三个风系中的哪一个呢？二，伦总打第三只超否四季童子。鱼岛伦总对于超否定四季童子情有独钟，昨晚他又打成了第三个超否定四季童子。这个童子的资质同样非常炸裂，在 PK 当中的气血量加上天赋符的话，能达到1.9万左右。三，恩哥巴伦谛厅打超魔星。曲阜孔庙恩哥打造的巴伦法谛厅已经拍上了超级魔星兽诀，升级成了一只双喜谛厅。四，鱼岛1100万战神出征。本周末的武神坛之战，鱼岛携带了1100万战神出征，在报名中他们还专门携带了无底洞门派，目的就是要克制对手的九黎城。兄弟们，你们鱼岛这个月夺冠的机会有多大？